好，这题题目呢，它要我们试着来解一元一次方程式。好，一元一次方程式这个好像是国中的东西吧，所以没有什么困难度，我们就直接来把它乘开，搬一搬，加一加，减一减就好咯。来，我们乘开，所以 3x 减3加5等于负 2x 减8。好，凑一凑。5x 等于多少？负8减2，所以负10。那么 x 呢，就等于负2啊。